可能牛棚的时候比较注意，就是所有的球路都是投到好球带这样子，不要太刻意去控制边边角角这样子。那先丢进去了。对。球场的投球都不太一样，就是这个就必须要去适应。因为以色列基本上都是小联盟跟大联盟的球员组成，基本上他们攻击方式应该就很明确，就很美式这样。我还没对过他们，明天才开始正式比赛，所以明天才会知道吧。如果机会上场的话，就是努力投完那种，就是把家人交代的工作做好了。队长啊，志胜啊，只有志胜吗？志胜吧。那他都会做什么样的事，就是来带动气氛？就是喊声啊，跟大家喊声啊，就叫他 wake up 啊，就是开心打球这样子。其实 tempo 差不多跟季赛差不多啊，就是、投手是我觉得是跟季赛准备差不多啊，可是野手可能会比较慢一点这样子。其实我球季结束，我休息差不多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，我就开始练习，就在准备。每年都差不多是这种模式、这种习惯，就开始自己在准备啊、练习啊、体能啊。然后，就比如说当年就是每一年的缺点，就在那个时候修改、改进这样。